艺人简曼书突破以往角色，在八大热播戏剧《他们创业的那些鸟事》中饰演暴乳又娃娃音的角色，但却因为穿太辣，让他一度以为被邱泽搞排挤。就是在工作现场的时候，就是有一段时间，我想说为什么我自己心里在想说，我是不是有得罪哥了这样子？然后为什么他都没有看我？后来有一天就解答，就是啊，他说因为你每次穿这样子，你不知道人家眼睛要放哪里。哦，就是他让我就是放心，然后原来不是这样，对，所以某一种冷淡，我觉得可能艺男也是这样的心情吧。除了不能直视的火辣身材，简曼树在戏中还积极勇敢追爱。你怎么能够确定？不可能啊，说不定你很快就爱上人家啦，你都没有试看看你怎么。只要遇到喜欢的人就主动出击，被问到戏外也会主动告白吗？他这样说。是耶，我觉得遇到喜欢的就是直接去追求啊。可能就是学生时期有等过被告白的这种心情，可是后来长大后觉得不行，就是等下去，如果他真的很棒，可能会被别人拿走，然后就不行，要积极。有出手的都有成功，有出手的100%都有成功。对，八大采访组采访报道。